儿子，你是18年前的12:13出生。20年前了啦，20年前。20年前，民国81年。哎，那个出生的时候哈，这个也哎，这个妈妈很辛苦啊。妈妈，我要说一句话，21岁。我算过。我想讲我做少年的啊咧。21岁。今天是那个你出生的日子，要今天要神要赐福给你，也要让你蒙福。要常常去教会，要服侍上帝，就这样。好，祝生日快乐！好，加油！生日快乐！